你来帮忙的地方。那地方呢，五八八的时候，我们呢，底下有我们甩台的，全都是新的生意啊，甩台板的，台皮的，全都发表的，全都没有点八八五。哦，我们呢，五点就要来表的，刚买的嘛，八五十的甩台的，还有另外不单位的话，连上也没要求的是，肯定要前几天路，留在的，人家娘等你看看你啊，哎，地铁的。哎，阿弟，你背没嘛背呢？阿弟没钱没呀？放假没出来，交不起的呀？那的话，为啥没出来没呀？也千里背包，我都把那钱没出来没呀？你那呀，皮带没出，那的话，南京没出来的。不出来的那嘞，背着嘞，别是呀，是吧？不累的。不出来，那话，那的话，这边到家就是，那的话，把你接过来，现在当中，那的话，留着把嘞没呀？这他那嘞没呀？那皮，收上路。几个人拉开了，你别加吧，我真没加。